年到底看几本书呢？其实在去年有一份调查指出，国人每人每年平均只看两本书，这引发了社会的讨论。而根据文化部最新公布的这个图书出版产业年度调查，调查显示2012年国人一年平均阅读13.5本书。好，只不过啊，这项调查结果就连出版业都很讶异，因为根据民调公司设计的问题，这次把阅读整本书跟部分翻阅都算在内，那么也就是啊，不论你有没有念完，都算读过一本书了。那么就有出版业者表示，调查的定义应该要再更精准一些。